迪卡，大家好，我叫猪猪，我是 Noble 开发商的销售。今天我要带大家过来看我们 New Amo One 的项目的样板间。现在我带大家过来看的是我们 New Amo One 的样板间，22平方米的。OK， 首先我先介绍大家一下我们这边的厨房台。我们这个项目是22平方，是开间房，给是这个厨房位置。接下来这边餐桌也免费的，就是可以坐两位。虽然说我们22平方是开间房，但是这个可以换沙发、看电视。我们这边还有免费送这个电视柜的，这个沙发也免费。OK， 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阳台。OK， 这个是我们的阳台的部分，上面可以放我们的空调外机，下面可以放我们这边的洗衣机。为了现在就是我们刚开盘，我们有一个优惠，就是这个物力都送。我们的卧室这边可以放5寸的床，这是我们的衣柜，衣柜这边可以放那个我们的箱子，下面就是有柜子放东西。这个是我们的全身镜子，我们的厕所这边都